面对媒体本来拢真保守，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连续几日工出面接受访问的时，态度更加积极，敢讲宣布参选台北市长有破案。我们现在都在准备接下来开议之后许多民众关心的议题。敢要选蒋万安也未讲，虽然讲各项民调拢显示蒋万安选台北市长的支持度领先，不过党内同志有无同款的看法。今天他如果不是一个协调好的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话，像这个我们举例2014、2018，台北市明明可以赢的局，好，有的时候民调很好看，但是选下去就不行了，民调的高低一直以来都是参考，我想最重要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岗位做好本分的工作，就会得到民众的肯定。部分其意见蒋万安有听到，不过选举依然都依照家己的步调来，国民党台北市人选未确定。即马高雄市长有甚物人来选，敢若嘛超袂拄好，和部分其点名立委高金素梅已经明确表态未参选，那也八个的人选拢也未决定。不过即马，资深媒体人周玉科提出绿营战略名单，单见人选台北市林佳龙出战新北，桃园改由陈时中出马。大人哥，这真的是一个梦幻到我不敢想象的名单，他绝对是非常灵活的活棋，每个地方都想要抢陈时中，我觉得这个是好事，那也要尊重一下我们这个陈时中自己个人的想法。针对选战外界无用的点兵，唔通讲别人伫食米粉，家己伫发烧，未定真正提名，唔管哪里个提名，什么人出来选，目前拢也未确定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